的第十四天 ，day 14，我们已经到了韩国呢。这边啊、看那个白日星这边，你看它多厉害，这么多的吧。今天天气很好 ，Thanks God for the blessing。我们到了韩国呢。Are you ready?
Wagyu， 他讲是 rice ball with steak， specially Japanese food， Hitsumabushi。 Please eat it as it as a steak bowl。 哇，还有什么 ？Roasted salmon and salmon gold rice， 卖。应该有第二个，你按跟老公讲什么？Blessing， 我们 after 坐完那个船回来，进到这个 restaurant， it's a very nice restaurant。See， this is the wagyu beef， and then this is the wasabi。有三种吃法，第一个吃法就是好像 steak 这样，我们拿来吃。我感恩感恩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大家，我看得到的还有看不到的，每天我都这样的幸福，有这些美味可口的。好。有这个鱼肉哦，每次一放这个鱼肉就很香。这个是鬼啊，你真没法。Last order. Last order. 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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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三个吃法，把这个还有一点点的 wasabi， 哇，它的 smoke 的味道很香很香，吃辣不讲太多。五妈咪啊，他是茶汤，我还想烧了呢，有那个，我吃一半先，吃它的奥利先。煮的刚刚好，它的 smoky smoky， and then 有它的那个 salmon roll， 嗯，因为在烤的嘛，就是一个吃法就是这样，配它的这些菜 ，with the rice， 嗯，这个好吃啊，
第三个吃法就是它的三焖连饭呢，连饭它的一个汤。哦，三个，焦焦焦。一种 menu 嘛，可以吃三个吧，三个味道，三个味道。每次最后这个是最丰富的、最好吃、最有味道的，因为它已经有放了那个 condimenti 那个吃法的，第三个它的这个汤啊，这个五妈咪啊，最后一碗，嗯，感恩感恩，这边我喝到了。这是我们吃的第一餐呢，反正呢，三点半。Thanks God for all the blessings。这个是我们的甜品啊，哇，是 green tea roasted green tea with caramelized sugar。哇 ，yummy yummy！ 哇，真的 caramelized， 哇哦，哇哦，下面是 pancake 来的，看，这是 pancake，yummy yummy！ 走到卡斯那边。我们还有时间，刚才我们的新到线圈是8:15晚上，都还有多两个小时可以在这里逛一逛。走来这边大概是要15分钟，在 station 走过来。现在已经是晚上6:30的，这里虽然是到5:00而已，但是还可以走进来。还有，哎，好像有，没有，没有。